猜猜看，这是哪边？在这集开始之前，先说好，不可以告诉老板我们在这里，可以吗？因为今天实在是不想在无聊的办公室上班，就偷偷的来到了距离吉隆坡一个多小时以外的大红花丽笙精选酒店 Lexus Hibiscus Port Dickson， 想要偷偷的度过一个不会人挤人的假期，这里真的 very good。首先，大红花丽笙精选酒店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是一个有着大红花造型的海上别墅。552间海上别墅的精心设计排列，成为马六甲海峡上一道美丽的风景。在每个酒店的房间里都有独立无边的海景泳池、蒸汽桑拿以及透明的地窗，更凭着全球最多海上别墅和全球最多泳池度假村刷爆吉尼斯世界纪录。光凭房间里的这些特点，就值得在房间里面玩一整天，拍照拍到手机没电，还需要走出房间吗？如果只待在房间里不能够满足你好动的因子，那极力推荐你参与这里的精彩户外活动，体验来自海陆空的三重享受：自行车、沙滩排球、射箭、香蕉船、水上摩托车，甚至还可以乘搭直升机俯瞰海景。除了精彩，已经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词了。不想彪悍，只想拍照打卡晒 FB、IG、微博、朋友圈的话，这里还有两个好推荐哦。第一个正是沙滩照，来到马六甲海峡，怎能不站在沙滩上或是岩石上，留下无敌海景作为背景的美照呢？第二个则是和马来西亚最高的户外海水喷泉拍照，这里每天晚上还会上演全东南亚最高的海上喷泉秀呢，绝对不能错过的啦。如果你是一个吃货，在入住酒店时通常会担心两个问题：一，有什么好吃的；二，食物会不会很贵。在这里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因为酒店内有中式、西式、日式咖啡馆、酒吧等等不同类型的餐厅供您选择。最后来想想啊，忙碌了一整年，是不是时候好好奖励自己了呢？快点给自己安排一个假期，再拉上家人闺蜜好友一起去浪吧。下次再带你去看看更多精彩的酒店内容，记得点关注啦！